在 live 的情况下能够凸显到什么状况，所以我们邀请的都是曾经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下处理过 live 这种播出的主持人或者是来宾哈，我们欢迎各位六位。S 你觉得最难的是，我们有体育现场的主播，我们有气象主播，我们有政论节目的来宾是 live 的，因为他们要接 call in， 对，购物专家是 live 的，因为要接顾客打电话进来。广播名人是 live 的，然后他以前当记者，我是一古人吗？你现在是主持人不算，你现在政论空音节目还是 live 的，对不对？对，但是政论节目还好，但是记者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属于古人，是因为刚刚这种是主播丢给在场的记者的时候，对，那个台风现场是真的一定要在那边穿雨衣。台风现场你一定要穿雨衣啦，因为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变得淋个落汤鸡。然后汉典其实演得蛮像，所以台风现场你有去过吗？台风现场我曾经去过，因为我们类似那种就是在台风的时候啊，记者在那边摇摇晃晃啊什么的。对，记者摇晃是真的吗？有一部分是真的，多少要自己摇吧。那在如果风不够大的时候，记者会涉水，所以你们的主管会特别派比较纤细的人去现场啊。纤细，因为等一下他可以风到吹到电线杆上，是不是？因为你要派一个体重很重的人去，可能就吹不动。就是一个大壮汉在那边，然后就是不动如山，就没有爆点嘛。有一位记者现在还是在这个无线台当主播啊，他个子非常的娇小。非常的可爱，然后也是卖广告也还蛮有名的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整个人就真的只能抱在电线杆上，他就是快被吹走。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台风，有很多是假的啦，就是那个水呢，它并没有深到说真的到这里去，但记者就立刻就涉水下去。等一下，他是看到半跪在水里，他就让你看到，对，是他好像水很深，这就是有点恶劣啦。气象主播是不是也需要这样子？对，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就是去花莲，然后风灾出现的时候，然后那个台风很大，是龙王台风，然后就跟刚刚叶姐讲一样，就是台风是在那个花莲登陆，然后那天就是某一台的有台的记者拍了一个重达100公斤的男生去，然后呢，我们各自在不同的点连线，就连完第一节新闻之后，长官就打电话说：“吴一佩，你搞什么鬼啊？”他说：“为什么人家重100公斤都可以摇成那样，你为什么就是不动如山啊？”然后，所以重100公斤的人摇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真实吗？没有，因为他整个这个肉就这样腾飞，我不知道他怎么。哇，好强哦！对，然后而且他做 stand 的时候，还是说记者的体重重达100公斤，你看我现在的肉都可以这样。他像是观众掏心掏肺讲自己的体重吗？而且重点是我们接到那个电话之后，后来我们就赶到那现场，然后我就在旁边看到他说：“某某某，你也太夸张了吧。”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啊，他说你不觉得我这样真的很逼真吗？让人家觉得台风威力真的很汉典，我要看肉飞。你这不像是被台风，你那个不是肉这样很自然的垂坠。汉典这样快中风。然后我说那个记者涉水的时候是真的有，因为以前也是有一台记者，然后就是有一台记者已经去连线，那时候连线的时候水是大概到这边，可是其他台记者可能他们赶过去的时候水其实已经退了，可是长官说没有办法，如果别台记者连线都水都到这边，如果你连线水到这边不是很难看吗？没有面子，所以他连线的时候，他那个大姐就想了一个方法，就直接这样子。
直接这样就蹲在水里这样连，那他的水一样是到腰，就没想到是好死不死，后面就有个阿伯走过去，阿伯走过去，然后他一个人这样蹲在那边，就整个情况就很好经典哦。后来他就被那个长官骂到臭头。哎，所以如果比如说记者在涉水的时候，然后顺便就这样有一点沉下去，就然后再起来，超适合。尿尿会不会更加的惊悚？长官会很爱你，就有点要溺毙，然后再赶快站起来，就一直拍水才能浮出水面继续播报。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在这里依赖我，你知道，然后还这样太适合爆拍，这样长官会超爱你啊。所以这有被批评啦，这有被批评，这个媒体的记者这个部分有被批评的很厉害，因为一到台风天大家就演得凶。对，就是觉得演太凶了。但是当然啦，记者是还是继续在演啦。可是说实在的，除了说造假这个部分不应该以外，其实连台风的记者真的很辛苦，因为很脏。你想想看，真的是淹水的时候，对，那些污水，污水其实真的还蛮脏的。可是他说好像气象，不管地震还是台风的时候，你们去各台都会挤到气象局去，嗯，要一起要播新闻。对，然后你们要抢什么图？就是要抢，我们那时候就是气象局的时候会有那个云图嘛，卫星云图不是在后面会有云在跑嘛？那可是那个气象局的卫星云图大的就只有一个，那有其他各台，比如说我们几台记者都要抢那个大的脸，那我们就会排顺序，比如说哎那个八点的时候你就是你来，就是用大的用大，那其他人就只能用小图。可是通常新闻台在进新闻的时候，第一个连线一定都会丢到气象局，我们连线请气象局的谁谁谁来告诉我们现在台风的最新动态。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起进的时候呢，你就要比谁的声音叫比较大声。如果你讲很小声说哦，我们那个台风从这边那个东南方那个往西北的前进，然后旁边就我们那个台风啊从那个22公里的地方啊从哪边前进，你可能声音就被盖过。大家现场是在用吼的。对，台风来了，我就现在看见那个东南角的中风。你是当过社会新闻记者吗？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跑在新闻台的时候，那时候跑生活线。OK。对，可是风灾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管你什么线，所有记者都要叫出去连线。那种需要在命案现场一边倒退一边带领摄影机看说社会组那个我很害怕，我不行，那个很困难吧？那个很危险。你做过那种吗？我没有。就是为什么他可以一边倒退一边还在讲话？那就是那个不困难啊，困难的地方是那个不困难，边倒退边讲话不困难。所以你有办法从这边退去那边吗？对，你边倒一边在讲解现场，边倒退边讲话不困难，你只要后面没有人突然撞出来就还好。但是你是边倒退边讲话，唯一的困难是如果有另外一台的记者要冲出来到更前面去做现场，你就会看到他从后面经过。但是对，就很讨厌吧，就把他踢出去吧，对不对？抢什么镜头啊，滚开了。对。时候呢，就希望现场有博火，然后有子弹把它给拆走。所以社会记者比较困难的是，现场在枪战，在白小燕案的枪对枪战，在白小燕案的时候，那个时候三嫌还没有落网的时候，那时候在长那个什么街，有一条街里面，那时候正在五常街对，然后那时候他们是现场要围捕，那因为并没有封锁好。